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你太慢了。紧赶慢赶，对不起，腿短。芝芝，你跟姐说句实话，你以前搞过对象没啊？哎呀妈！你说啥说啥说啥呢？我从小一出生，除了我爸，我就没跟其他男人说过话。呀，那姐得给你好好交代交代，一会儿人家来了，你说话可得注意呀。注意啥呀？高稳低达呀。啥意思？就比方说人家问你来了，你就得这么回答，嗯，来了。啊，明白了。这佳佳怎么还不来呢？文文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是他呀。咋的？不合心意啊？不是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行了，你俩聊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，我这心里面没底。来了来了，早来了早来了，我来晚了，你不怪我吧？不怪你怪谁？欣欣呀，咋那么大声呢？不你说的吗？低问高答。哎呀，是高问低答，你的声得小。妈呀，死鬼，整反了。他这是不是有病啊？不能，我俩一起长起来的，我还不了解他。不能一起长起来啊？那你俩长一半不长了呢？不是我不长了，是他没搂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姑娘老有才了，天天在家研究文学呢。真的啊？喜欢文学啥？咋不出声呢？我妈，他声太小了，我也小不过他呀。哎呀，你就正常说话就行。我特别喜欢文学，尤其是古诗。喜欢哪位诗人？李白呗。你也喜欢李白？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王岳伦赠我情。没有月，没有月啊！啊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李香。呀，姐，他错了。王佳。不单会诗，还能歌善舞呢。是吗？啊，可棒了。行不行？你到底表个态呀！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小芝芝，打刚才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。打第一眼看见你，我也喜欢上你。哎，你这给我介绍的是女子还是个汉子呀？你说啥呢？人家要是从小长不出头发来，我能嫁给你呀？呸！哎，小芝芝！哎呀，王佳！哎，王佳，王佳！哎，你醒醒！哎，明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想问一下啊，三位的场外辅导老师是哪一位？沙溢老师，确实是很有压力。其实我想说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组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
第一个上场的永远其实是最紧张的，越往后可能是大家慢慢习惯了舞台，习惯了观众给予的掌声，给予的那个现场的效果，会自我的越来越放松。所以我往往打分的时候，第一组也是给分是最高的。哦，谢谢张岩老师。